在我们的原住民传统农作物里面的地位最高也是最神圣的，就是小米。另外还有一种米，听说也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哦。玄米茶，它其实就是糙米嘛，加上茶叶去泡出来的茶。对，就是那个味道。拿上来了，上菜喽！姜丝枸杞小米茶。直接下去甘草，甘草，那像小米，它的颜色已经上去了，就差不多了。我觉得这个超赞的啊，因为我很喜欢姜的味道。冰糖银耳小米粥很容易粘锅，所以我们在煮的时候就要一直不停的给它翻搅，洗好了，好，然后切碎，然后我们的枸杞，枸杞层次感很丰富，真的很好吃。哇，好厉害，好好吃，我的天哪！他这是第二碗了。一下一下一下。